春落樱花雨，秋飘桂叶香。我爱读诗，华振如诗。林荫道边，藤蔓青青，芳草地上，木香微醺。从交易楼到纪念坊的画中行走，苏州河的月色里，白鹭流连不归。桃粉楼的窗棂间，晨钟望月盈辉。百年前，中山先生的演讲还在回荡。多年后，红楼入口的英才闪耀星光。十年寒窗，谈及未来，考上华政就是我最大的梦想。来到这里，我才发现，梦想的前路不只是那个远方。华政不仅是法学教育的东方明珠，也是兼有经济学、管理学、文学、工学等学科的多科性大学。从今年开始，打破学科分类壁垒，大一新生将加入文博书院，开始大学生活。多元化的文化环境和个性化的学习机会，学生将在这里领略众多学科的独特魅力。我享受在模拟法庭上敏捷思辨和唇枪舌战的成就感，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各项模拟法庭竞赛舞台上都活跃着我们的身影，并获得了优异的参赛成绩。 Law is the art of goodness and fairness。我们在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工作，持续几个礼拜的昼夜研究讨论，顺利完成咨询的那一刻，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。犯罪现场勘查、指纹提取、测谎仪，这不是电影，是我的专业。在刑事司法学院实验室，我们迎接操作现代刑侦技术的挑战。在传播学院演播室，我们感受亲临现场的震撼。在金融计算中，我们经历市场的跌宕起伏。在古籍所、中外法律文献中心和互联网加法律大数据平台，我们找寻深藏时光中的宝藏。身边的学长学姐陆续收到了梦想学校的录取通知书，